没想法子，因签签的，签不了你就自由啊。到时候你要爱谁就用爱谁，无人阻挡。啊，知你名了签嘛哦。是来装笑啦，我看伊真正是起笑啊啦！你真正是，哎呦，这可笑查某，害伊大家来遮乱啦，我都没想要喝你这头过啊啦！我一定要想一个办法啦，害查某厉害啦，害伊看到我就知影惊啦。何丽丽啊，你莫安尼啦，伊今妈妈真可怜呐。妈。你就继续同情伊，继续可怜伊，无要紧啦。啊，不过咱咧未食未困哦，你就欢喜啊啦。我代志先出去啦，等下你问我几好，莫搞入来啊。老婆，卖不跟你去耍啊！来啊，这鸡汤我紧点点的啦。拜托你卖害我吼，阿妈平常时一直跟我讲啊，叫我吼一定要把伊的孙媳妇，还有干阿孙照顾好些。啊，若无，伊是要把钱赔的。老公，你逐天照三顿挂宵夜搞我补，我体重增加遐尼紧，你看我巴肚遐大个，袂输青蛙嘞。就算讲你是青蛙哦，嘛是上烟水的迄只青蛙。放心啦，过几个月啊，巴肚就消红啊。来，给你们。来，那你不要做位大客。来。你先啉嘛，我来开门哈。哥，玉伟，歹势，今晚给恁交差。哥，真济啦！啊，你这也唔来请我，什么代志？因为，我想袂到，你原本是我上要疼惜的小妹，啊，你为细汉哦，上我家生来，可是嘛，不管咱兄妹啊，手见面袂输咱亲人同款。我想，表面也看到，伊嘛真艰苦才对啊。哥。咱找伊，幼会有什么代志就直讲啦，莫讲到幼比，大家艰苦啊。我知影大家对我有真侪误会，甚至认为讲幼比是我害死，但过这真正是一个天大的冤枉。啊，虽然讲警方已经还我一个清白啦，啊，不过所有人对我是无谅解，我心肝内哦，真正感觉真艰苦。所以我今日来找幼会，是希望我能甲你找回。过去咱兄妹迄种和睦的感觉。哥，你刚刚大家对你无谅解，啊，不过你拢无检讨你家己呢。假使你真正悔改啊，是咱搁要甲老邓还搁有彩券挂出去，让爸妈伤心，搁是咱要叫人甲警卫拍着伤。讲到彩券的代志哦，我刚才在讲，那是阮阿婆的代志啊。啊，那老先生哦。那是因为伊进前设计我，我即马只是条的，我应该得着的。啊，陈志辉哦，我认为我无做唔对啦。你刚才看陈志辉受伤啊，但是你敢知影？进前哦，我和陈志辉甲一群少年的哦，甲我压去右边的骨头头前，甲我拍到强要死呢。我若真正要放陈志辉一刷，我敢有可能会受淡薄伤呢？甚至哦，我还直接去告伊啊。那恁讲的嘛，右边是我害死啊。我直接把伊收掉就好啊，但不过我完全无安尼做。哥，如果你是真心悔改，不是讲来找幼会啊，讲一下话，想要增加兄妹感情安尼就够。你应该先甲老家一切用我老家，莫讲爸跟妈伤心艰苦啊，而且也莫讲无你的手段。哥，这回怕你是伊唔对，啊，不过以暴制暴，唔是解决代志的方法。
你若是做了伤过分，我还是会告诉公办。我知影，只是讲哦，啊，之前大家母囝无啥欢喜啊。讲实在，红红叫我甲因老两，我嘛感觉足无面子的啊。玉慧，放心啦，你有一段时间哦，个个会做给你看。我依然是迄个上疼惜你、上照顾你的哥哥啦。那恁你都要做给大家看啊？看你爸大汉尔大，应该无偌久就要生啊。想要到目前呢，你就要做妈妈。较早细汉的时阵哦，上爱伫我身躯边，甲我撸，甲我生奶，对前对后，迄个小妹啊，真正大汉啊。你敢要记？你细汉时阵哦，常常甲哥哥撸啊，叫我带你去建材行佚佗。但不过你阁惊爸妈知影，到时阵爸会甲咱拍。所以我就坚持甲爸讲，是我硬要带你去。阿爸就刚来拍我，会拍你。就算爸妈知影我调皮。阿哥，你买栋叠外头前，把四回接铃都打起来。卡叔因搞我妈，事后你嘛是摕你的零用钱，买糖仔我吃。你原本就是我上疼惜的小妹，我无听你要疼惜。我感觉我家己受伤，我嘛不愿意你受伤害。卡叔，那你当天就过去赶快来就好啊。你放心啦，我一定会做好大家看的。以前我唔来来找你，我咪去找爸妈，跟因认错。以前我想要送一口药款，给妈妈来表示我的心意。哥，你若是当真心悔改，就是给妈妈上好的礼物啦。你可能袂记啊啦，其实嘛，对妈妈生日啦，我想要送这手款，当作是生日礼物送给妈。啊，我会记得之前你甲文娘要结婚的时候哦，头家妈有送一卡组团的药款给你。我是讲，看卖者，反正我是妈妈伊较介意的款式啊。对吼，我拢无应该袂记的啊。阿妈送我的手款，我下底保险箱内面，我去摕给你看。收转就好啊！阿妈，我这手款哦，伊个形已经过时啊，输给老款啦，送阿妈唔好啦。啊，不过我会记阿妈讲过，已经改迄个手款嘞，摕过参考一下，不要紧啊。你是怎樣？阿嬤，我唔，啊，先兩工嘛唔知啦，我牙在嗽，可能要添一杯滚水化烧的，好吧？啊，出门都无，我来遐，好好，不是。因为，啊，我两工头下耳还不嗽，可能应该是感冒，有感冒药无？我来添。啊，不是。啊，差不多啊，我当时在坑里面。哎，对啊，哦，玉慧，我头壳疼疼啊，天天袂记讲我甲人约好啊。啊，我代志要先出来，我在外口用看了吧。哦，好。哎，啊，够人嘞。邓平。我呢，这回一直怀疑讲，哥是还是这凶手，啊，今日伫个病院阿叔馆咧甲我讲，
我现在就烦恼的，万一这个事真正甲哥有关系，你爸妈要安怎？我惊我无多接受这个事实。总共过来真正是凶手，那你就应该要接受法律的制裁，不然就要到幸福幽闭室关头了。好啊，现在想叫我王爷代志，给他我弄进去啊，我给你联络。会像你妈妈一样照顾你好不好？我跟永康不用照顾，刚刚是你，是你把尤美藏起来。你把尤美还我，你把尤美还我。你哪能这样尽忠？你是失职，你就是对不起尤美。你若不好照顾永康，你就是对不起永康。那不是你做阿些歹代志，尤美哪会想这款的话？所以今仔应该有天公伯阿收起的人就是你，应该去阿尤美回失的人，嘛赶快是你。爸爸，我是小偷。你别逼我做我无想要做的代志哦。做你来啊，无你惊的啊。免签了。臭掉！我一定要想办法把幽闭和幽闭的随身碟提到手，确定内面的人质。老公，情报进来很容易提单啊。你先出去安全啊，我先走啊。你把老死人，咱两个人搁有缘分，你当好好去做你的查某囝。蔡炫讲甲尤德阿去伫火会场啦，啊，剩万四要甲尤德拼啦。你搁靠有啥路用？痛苦就加深你心上。坎坷人生有波浪，应该找回你的笑容。风若是对面冲，我会用身躯来阻挡。雨若是对面冷，我会一点你枕头狂向。我是一座少感动，永远勇敢站在风雨中，将爱你的心化作你流浪，让你人生更加坚强。风若是对面冲，我会用身躯来阻挡。雨若是对面冷，我会一点你枕头狂向。我是一座少感动，永远勇敢站在风雨中，将爱你的心